敢若伫飞轮机顶吼，哎，坐飞机看下来哦，哎，敢若伫飞轮机顶啊，要降落安尼吼，哎，啊，你来看吼，迄红红的树顶啊，迄就是咱拄啊游览车换小车的所在，哎。哎对，迄就是富里农会。真紧哦，只囝呢都爬到遮顶悬啊，因为太惊咧。遮偌悬啊？海拔？海拔上悬的所在哦，上悬的所在964公尺，爬到爬几千啊？哦，那要上千。嘿，我那要上千啊。有人我今年哦，拄到几啊团旧年有来的，结果我啊拄啊好，今年同阮哥我带。算了，14、15、16，迄、那个大家搁一团来遮。哦，安尼哦。老大，我你卡牌哦。卡巴咩啦炸？哈哈哈哈哈！阿亮，我替你报仇啊！变变啊！啊，咱等阵吼，啊，来到山顶呢，啊，咱若一摆会当看到两种金针，啊，哪个？啊，我。咱这金针吼，又分平地金针，啊，甲悬山金针。平地金针每年4月、5月、6月开花，啊，这悬山金针每年7月中、8月、9月开花。啊，不过今年呢，较特殊，吼、哦，今年平地金针4、5、6开花了后，休一个7月份，8月继续阁开花。哦、所以咱今仔日来到山顶、哦，我会甲咱介绍平地金针甲悬山金针。真水吼，嘿、哦，青亮亮，因为阮遮吼无一个污染的工厂，所以吼、哦、空气啦、水质啦，拢总足好的。你看咱迄个婚姻观啦，迄种出来米，迄有诶米未食哩呢，嘿，迄有迄落个带后生啦，嘿，啊，阮遮拢毋免烦恼。对啊，即马来足方便的，相片传过，你就当存档啊。
好来，各位乡亲，咱即马来到遮吼，你也看面头前有一个管制站，这个管制站开始啊，都拢总有金针花啊，吼，咱来看倒手边，吼，倒手边才有金针花有无？诶，几朵啊尔？啊，你敢不知影这区的诶名叫什么名？这区叫做2266园区。啊，对，里里落落。为什么会里里落落？你知无？伊虽然啊达到开发的这个条件，啊，不过官道还阁无够，所以伊开花较慢，伊差不多还阁慢咧半个月，才着作水啊。嘿。咱去看，保证恁等下吼会哀哀叫，吼，嘿，恁若无哀哀叫，我才睬恁，嘿。哀哀叫，唔是2266哦。嗯，绝对唔是2266。嘿，咱即马边啊有凉亭啊，凉亭啊边啊，即丛加藤树，吼，咱看到的所在，差不多一位树根来到遮两层楼啊高，吼，即丛加藤树有254年，吼，一树龄。所以呢，阮遮在地吼，初一十五啊，旧历初一十五，拢会摕着水果甲青柚来遮拜拜，嘿，叫这丛树啊叫大树果。啊，伊就是讲，这丛树啊有254年，啊，这拢有这个树龄啊吼，嘿，拢甲当作神来拜。啊，为什么迄丛加藤树会254年，拢日本时代咱也无甲错掉？啊，因为加藤树，你要做家具，要做哩，安怎讲？伊个茶，吼，伊个茶，伤过嫩，嘿。啊，而且你要甲错落去做遐茶，哎，又阁袂使，安怎讲？伊个燃点不够。伊的火袂淹，所以加藤树足侪加藤树呢，就是拢安尼躲过一劫的。加藤啦，可能啊啦，啊，这拢介济吼，拢是较早啊，无人甲厝留落来。好来，一、二、三，看卖者，水吧，水啦吼。其实这区要无啊呢，嘿，这区已经要无啊。再来看嘛，差像安尼。啊，咱倒手边遮内拢总无，啊，我来讲，这就是无受补助，啊，家己有办，嘿。啊，今年呢？啊！一军已经第三年啦，阮县长呢啊，今年扩大补助，吼、哦，叫阮的农民呢卖万花，花留咧吼，吸引各地的游客，啊，所以呢啊，即马吼愈来愈大片。无啦，这支金针山吼，老花才1/4啦，尔，还佫有1/4会当挽，下一对，伫咱无多教会的所在，半山腰。哦，来，代表讲一下，现在下车吼，请他们上黄花亭，三楼，我来跟他们做解说。好，咱等一下吼，先去你三楼，吼，先去你三楼，啊，哎。咱一路车要甲咱做解说，啊，等恁落来遐，我才报恁看，什么叫做关山金针，什么叫做平地金针。哼，雨伞爱夹一个吼，吼，这两。昨甲今仔日的日头，一家人，
给咱咱唔好开门哦，吼、哦，麻烦者咱卖开门。我们各位来宾啊，我们团体的活动，希望我们全部的都到三楼我来做解说啊。大家忘记我了，我是花莲东岸旅社，导游姓柯，啊，大概那边啊，青蛙话柯导游的话，啊，柯导游，啊，赶快报告，咱今天来看这个锦江山，它是季节性的，就是八月份到九月份，其他的时间来看不到的，你敢那看到敢那迄啥，迄古彩，啊，敢那古彩呀，啊，啊，这个一样哈，八月份的时候，人山人海，哈、嗯哦、啊！咱那边讲了金山山之前啊，我先把这个地理环境先给各位做介绍一下。各位看我左手那个方向，它是中央山脉，哈、哦、啊！头前这块山就叫做秀姑峦山，啊，要行个头吼，因为中央公路上，它就是永靖的出口，台南以前哦，哈啊！这边看依山哈、啊，就是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。下面刷开遐有，遐有遐有一条溪流哇，迄条溪流就是秀姑峦溪。你若要去泛舟，就是爱骑一条溪流去。啊，不管呢，我们这边所站的是海岸山脉。海岸山脉哈，也平均高度哈，大概海拔1000公尺。啊，那等一下我会带各位爬到964公尺。啊，那是登顶。上面那里啊？啊，迄、那个位啊吼，即马无花啊，因为花上早开是伫遐开的，所以我咱两边去顶边遐吼，是登顶看风景，哦，没有花可以看，啊、哦、啊，我们会分好几个站，等一下接站结束完之后呢，我们再让各位在这边停留5分钟，之后呢，因为前面那一片不要去看了、啊，那一片不好看，这边我会带过去一片，先停留30分钟，让各位先看花，看花完之后呢。叫做地华人甲台东啊，就是山中，叫做花东纵谷，花东纵谷，啊，你有看到嘞哈？哎，都是种稻谷，最喜欢富丽哈，哎，第一个宝，啊，富丽米，它很出名啊，为什么呢？它因为它的米哈，全台湾只有这个地方的米，无法销日本啊。哦，现在华夏基本注重食迄个米，所以伊个米吼拢变大粒。哦，做熟食最主要哈，现在这米食好呢，最主要哈，因为咱个海花东纵谷啊，上宽有约5公里宽，上下有约到一万富里家，只有1.2公里。啊，所以讲这个稻子啊，制晒的时间会比较短。啊、所以说他们因为日晒时间短，而且所使用的那个稻水啊，东西两个中央山，一个中央山，一个海岸山所流下来的水，不是地下水，
而且你看过去没有一家工厂，所以讲伊的稻米是全台湾地区上好的米。咱两面去到妇女农会哈，一去啊爱买一包回去吃看卖，但是吼，甲各位报告无去啊，啥会无去啊呢？因为一个好食吼，大家拢加食一碗，啊，所以本来你若食一稻米，会当食。一礼拜，你即马你才提一大杯，等于可能食无五工无，所以说这边米确实非常好、哦、那再跟各位讲，这个重谷哈、哦，什么最多你知道？那边是欧亚大陆板块，咱即马起来这个是菲律宾板块。啊，新安的上者，啊对，地震上者，啊地震哈，平均两小时都发生一个地震。啊，有感觉跟没有感觉的。哦、所以说啊，阮即只住到六十年吼，阮只地震冇有灾害过，啊个一个上济台风上济，台风拢伟大形成诶，拢伫即个山冰岛过对太平洋，啊太平洋形成之后呢，伊就跟我们华人陆地，啊过来到中央山脉上面，我要4000公尺，所以讲咱住伫台中诶人吼，上爱感谢诶。就是咱这边中央山脉，啊，无你跟我反来同款，啊，跟我反来同款，是风台，就是地震，只要地震，哦，大家知道一下，哦，啊，过来呢，咱华人这块土地吼，伫民国37年前，这块土地完全无汉人，拢总是原住民，啊，清朝统治咱台湾210年，伊嘛无统治遮，上尾啊来统治几十年。就是民国37年前，该统治到民国12年前，啊，大家有一个发生一个中日甲午战争，啊，清廷战败之后呢，就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人，啊，所以讲，伊37年前甲12年前，这甲12年这期间吼，伊来关20年，啊，关20年吼，啊，无甲这个完全发生冲突，因为伊最主要是要来看。要来管理这原住民，伊最主要来这设立国防，因为就是因为屏东发生一个迄个牡丹事件，迄个日本人入侵到，把台湾族打得稀里哗啦的，尾只有清朝发现这个代志严重，才花500万银迄个白银，让日本人撤退。啊，这个时阵日本人就派三个人开三条开山横贯道路来华人，啊，像北横。就是罗大村啊，南横就是吴光亮啊，中横的吴光亮啊，南横就是严文涛，这三个困在罗东的在家，啊，再来管理这原住民啊，他没有管理，他是在设国王，赶快过来入侵。所以说，我们花莲那一段时间非常平静。那到了民国16年前，土地割让给日本人，这时阵，我们花莲都烽火不断啊。因为日本人特别地方华人成立新的移民村，所以讲都各家因为阿家的土地拢和日本人霸和原住民霸占掉了，所以说华人民国10年到民国3年哈，这期间18年期间，我华人是烽火啊，打刚的地方，阿家民国3年，家原住民也差一点被日本把它灭除掉啊，所以。这些原住民啊，为了要留后，他们全部先不投降了。啊，先不投降之后呢，基本上就伫阮这华人地区成立八移民村，现在政策就是种甘蔗。所以讲，阮华人这块土地，基本时代是拢总是甘蔗。啊，甲民国3年以后呢，伊嘛开始，要建设这个花东铁路。啊，花东铁路哈，需要很多整木。那我们现在所占的这块土地，过去拢是迄个樟花树，啊，日本人就把这樟花树啊，弄个错来做迄个铁路的整木，啊，就变一个空地，啊，空地了呢，其中有一个阿霞，你知无？阿霞，光辉，伊住伫迄个桥底下。大桥里，那叫做苦阿星先生啊，都甲日本人做这块土地来种一挂农作物，卖给日本人。你莫怕。啊，卖到民国34年吼，这个日本人撤退了呢，这个苦阿星的
命都未未出去啊！啊，苦啊生嘛无继续做，伊就离开家，离开家了呢，换国民政府，就是蒋经国、蒋介石，伫民国三四年，带一挂老兵来个台湾，啊，来个台湾时吼，啊，有的阿兵哥吼，很多生病因病而退役，申请退役，退天后时吼，因无得去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张雪中中将。都甲国民政府做一块土地，甲遐个破病的农农民啊吼，弄出来只成立一个复兴农场，啊复兴农场啊，但是因为遮个土地吼、啊、非常贫瘠，因为我们海岸上面这块土地吼、啊、都是属于儿弟拍建筑，所以讲做无八年啊，遮个农民啊因为入不敷出，所以就离开遐，啊离开了呢，这块土地又搁无人利用啊。啊！甲民国四十八年吼，民国四十八年，咱分林嘉义彰化发生八七水灾，吼啊，都一挂农民的土地拢去哦水淹掉去啊，啊，伊就走来华莲，啊，走来华莲，我老讲过啊，咱华莲民国三十三七年，日本人都诶清朝都派人三个去反倒咯，所以讲迄个时阵，咱的汉人啊都。这些部那边啊，都有会走来华人开垦啊，啊嘛，介只走落来，就是利用这三条路来，啊，所以讲，即个土地就是遐占去啊，啊，等到四十八年，遐汉人吼、啊，就是讲即个八七水灾啊，要过来遮找便宜的土地吼、啊，没有他们分啊，拢去人占去啊，所以讲，因就走来山顶，啊，走来山顶吼、啊，所以阮华人有三花东地区有三个金山山，因为太麻利。遐有一个金山山，遐个人拢是彰化人。咱今日来遮，即个位个人吼，拢是云林来的。云林来的。啊，你讲哪边讲去阮玉里的赤柯山吼，遐都是就个嘉义，嘉义讲嘉义的主持，德杰人。啊，伊来个遮时吼，以前的人很厉害，都是走路上来的。现在的人如果说用这个车子给他，他叫他做，他也不会做，所以说以前的人，来我讲啊，印度来加行哦，嘛是种杂粮，啊杂粮就跟农民一样，因为土地很贫瘠，所以讲嘛建不入不入，我就混人人都等于印度的地库，靠这印度再来加建，啊种了之后呢，一收成啊，今年是这边呢，都收了啊。一辆加三单，啊，收一单加三单，啊，尾啊，人家农民啊，你欢迎来这，大家拢来种啊，啊，而且现在计小个就好，有钱人才摘着，剩下人我都摘人家嘛，啊，现在啊，不是种啊尾啊吼，才种着三百架，啊，现在尾啊会成立观光园区呢，最主要咱的蒋经国先生哈。在民国七十几年时候，也在世时，又开放我们的农民回去中国大陆探亲。啊，中国大陆探亲时候，都拢扎一个金针多多，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啊，经过政府给检验了后，发现里面是有二氧化硫，所以媒体给报道了呢，这三个金针山，所有的金针花，拢无人买。价格一流奢华，啊，不就政府再来个协助，推为观光园区。咱这个是当然是民国九十二年推出的。咱这边看这个忘忧亭、这个黄花亭、这个间隔亭，啊，个忘忧亭、陆冲亭啊，这拢是政府不就各种干预的。啊，个咱的停车场起码较早拢引进的，啊，政府该承受的。啊，所以说，啊，而且你讲这边看这个。就没有经济价值了，没有人要了，所以说你现在看那花开出来，我跟这下，啊那明仔再要开绿较好，所以说那看伊即马那无，不管风雨偌大，那无政府征收，逐工来办，因为你无办吼，明仔迄堆吼，没有啊，伊都无钱啊，所以说每天一定要采，啊。
你现在有看到人家在采那个哈、嗯？表象像那边有没有看到人家在采？啊，黑的是进入我国中、哦，因为他那个地方离我们的道路太远了，政府没有跟他收购。进入管改修，进入沙坝噶哈，进入收购66家，所以讲村呢，你要搬来边，哦，阿七八零在这里边，我跟你介绍北京家嘿哦，嘿京酱广东家的，高山的金针比较好吃，比较甜。那你讲你哦，厉害吧？金针我国家国家的，妹妹，这个你想为什么叫六十丹山？好，六十丹山哈，都伊尾啊某一类种迄个汉道。啊，汉道吼，每一家当修行的时候，拢差不多60大，所以说他把称为六十丹。那还有一个叫69山，咱家的人拢讲69山，谁讲69山？你现在看到我吃的前面，因为那个望月亭底下看到很多是吼，还讲伊的农民啊，工课做用的是讲一日顶管，啊，不，你80、40、60、80天。啊，所以说大家我做太有人了，好，那各位，我这边解说大家哈，对在历史还有人有疑问的可以发问，没关系啊，没有哈，没有这样啊，没有这样，我这边是一点来啦，还够两个啦。咱四个人住一房是吧？这个我们是啊，那大家顶着了，就在这里住了嘛，顶着了，有希望。不是，那不是老人会，那个我嘛来有啊。我含恁呢，以前啊，恁这边星光那个啊，做什么人？讲嘛这有啊，对啊，因翁阿婆啊，哦，你个到底想怎？我来个美女，你今天冇去的。车啦，来美女，还没有太阳开呀。美女，美女。啊，你啊，咱搁一届搁去泡汤去无？啊，规定搁去吃饭。有啊。咱去搁讲泡汤去，搁做伙吃饭，下面烘啊，规定无。咱拄啊十个啦。啊，进前迄届应该唔来上少。哎，这就是早开甲晚开，早开的即马就无花啊，嘿，啊晚开的即马就有花。好嘞，你啊看咱的东方玻璃的头前，要一个高雄市长陈吉迪啊，你有看到？凉亭的旁边，花妈吗？哎，花妈，对，你看蓬蓬头，你有看到？它的特征。迄树啊是为石头顶发出来呢。欸，那个生长不容易呢。来，倒手边你有看无？凉亭啊的正手边。凉亭啊。花吗？嗯，石头啊，哎，石头发啦。嗯。发头毛。哦，你看头前这片有水无？我各位来宾，我的表现在是1:20，1:50啊。上锦龙特产品这边集合，我们车子停在这边。那各位现在可以往上走，左边那个花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走到上面那个有一个平台，好了，整个花都非常漂亮。好，我们1:50，极地外靠地下底，啊，因这个无办法，这个干嘛是不给干款？风台来是烧来了，啊，所以讲这啊，这个叫金针啊，小一百啊，多年生树的植物，你看这金针山这内底吼，
这些金针拢都是六十年进前种，六十年的，啊，种一遍了吼，不用重新再种，所以它叫做生疏的植物，啊，这是，所以讲吼，啊个而且吼，我们现在是推动观光嘛，政府拢有补助钱，所以讲咱即卖这些店家吼，比那个公务人员退休率18%的还要好。18%齁，有一天他不能领了。这个是这一代领不够了，下一代再继续，因为已经没过顶尖。满面可以，满面可以不一。不用施，都不用施肥。对，他，你看他这个根那么多，他最需要他可以储存水分。所以说这种植物是属于耐寒耐热的植物。耐寒的植物。没有，就安尼都安尼拢种拢完了，好、哦。不会，它这个老长哈，它会枯萎掉，枯萎掉，所以一边要冒起来，所以讲种一遍了都永远不用再种了啦。干那胡志祥呢？他们这边老百姓只有负责啦，烤草。烤草，那几年烤草一遍，还有喷油一遍。喷了一下，又要喷的哈，这金针未死，草也死掉了。对，除草剂哦，除草剂对是东东西哦，哎，这卖是这样是喷的，这好好，草也死掉了。到五月份的时候，五六月份的时候，因就开始烤草。烤草了呢，因这欠啥呢？这就是爱喝水呀。咱今年的七月份哦，因为雨季哈非常少，所以讲今年吹哈没有前面去的一起开，花也比往年哈稍微少了一点，大家知道一下，这个整棵哈拢是宝，都是宝，这今年要种啥呢？兄弟种啊呢，兄弟那发烧会当食这个退烧，高血压嘛在食这个退血压。过来，那如果去哦，石头公就进起来，这卖对起来别高了，让小静。所以讲，这个囡仔是较早人家的爸爸妈妈哦，前一辈的人哦，救命恩人，因为起码大家吼，拢总无路就是当行的路就对啦。变来看见医生，搁倒起来哈，可能爱五点钟久。所以说他们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。过来呢，我们这很多女生朋友可能都看过这个叫做碧玉笋，也称之为金针笋，金针笋就是个。过来讲这叶啊，古早时代哈，在古时候，这个都拿来做什么？做国画的画纸的材料。为什么称之为仙子？仙子为什么用？为什么用这个做呢？因为它的纤维非常的细。你很清楚，它的纤维质非常细，所以讲这都是做国画的画纸的一种材料啊。过来，这花杆哦，七月份就开始冒出来了，八月份就开连续持续开两个月。开完就是明年再开了。等明年了。这朵花一开之后呢？就没有它的经济价值，经济价值，所以说他们采收都是采收哪一根？新啊，绿色，那边不一样，五位绿色，比较新啊，新他们推广。他们采收就是采收这一颗，这一颗，这边总共有这开一缸呀，一枝花，所以讲恁今看哈。拢是早起开的，早开的恁看袂到啊！早开的绿后，后尾绿我无看到，无睇到，早起绿已经谢掉一样。所以说早上开，晚上谢掉，他们只有一枝花。这在中国大陆称之为黄花，在台湾称黄花，台湾称之为金针花。明日花。欧美国家这花是拿来观赏用的。台湾东南亚国家把这个花拿来吃的，但是开了也不拿来吃的，而且它这个你看，它是雌雄，同体，
红体啊，你看这边有一颗，这一颗没有花粉，我这边这边有花粉，啊，其他都有花粉，啊，我再拿这个给各位看。还有你们今天也已经看过花了，也没有人注意到看，也没有人注意到一项东西，没有来找他了。蜜蜂，对啊，有没有看到蜜蜂？没有。有没有看到蝴蝶？没有。对，它没有花。生的金针是有毒的。哦。啊，跟各位，生的金针。蜜蜂那么聪明。它不敢，它。阿亮，我们吃那个金针，你说熟了就不毒了？是的。天气煮熟就变。不是煮熟就不会有毒。哦，这个有光的母。这哦，这啊，这当中冷气，啊，这个叫做秋水仙树。好，阿丽娜，你拿吃这吼，无甲半条，加食几支啊吼，你阿弥陀去变数走，欠250cc的，不是欠100cc的。所以说各位啊，最好把这个黑黑的把它摘除掉。如果你拿无用好摘除吼，咱会当听一汤滚水，落去甲烫烫。啊，烫烫啊，因为这个秋水仙树吼，足惊烧的。好像你看晒完之后。这个已经变淡黄色了，啊，它很怕热，所以它买的这里面万一没有啊，那个没有，那个已经熟的，那个是熟的，啊，熟的就熟的啊，这个是生的，啊，大家知道还有呢，我看这一只，你晒过就没关系了。你看这只到底下哈，啊，这只是在上面来，我请问这位戴眼镜的小姐，这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公的。是公的吧？掌声鼓励一下。对啊，现在大家都知道，还用他说？代表啦，没说啊。我告诉各位，正面鼓励啊。你们都错了。错了。这个才是母的。是啊。要六公一母。啊，对啊，所以要讲怎么这样？六个公的一个母的。哎，六。六公一母。啊，六公一母啊，但是那个蜜蜂不来传播哈，所以讲一些没根据，所以说已经被剪哈，拢刷灾了，拢刷灾剪。哎，所以讲它因为蜜蜂不来传播啊。第一颗是怎么出来的？啊？第一颗我不清楚。上帝啊，上帝创造。蛋生鸡，鸡生蛋，对。这样哈，所以讲你拿吃吃啊，这个乌这哈，确实是会当治啥嘞？治痛风加尿酸。你拿，但是你莫安尼提来做讲我尿酸，我提来今仔该疼，我来采些咩来做，我保证袂好，因为人家那个做成药的哈，他还有其他的配方啊，不是光这道而已。啊，所以说大家小心，假定的哦，一定要小心。你哦，这无慢掉，该进都老塞，这奇迹，啊，这奇，这个奇异果味，啊，快看这个是六斤嘛哈，啊，这对哈，这对，这对是明仔日要开的，啊，这对是后日要开的，啊，所以说整颗都是宝。对啊，它开了以后就卸掉了。几缸捆几粒？好，那我再看一下，各位，我手上拿这个有没有哈？这个不赶快拿，这等下这个刚才卡碎，啊，这卡碎就是我就用二氧化铝加工过的，所以我们的农民啊，回去中国大陆就是带这些回来，他分送给各亲朋好友。结果政府检定之后，啊，这是二氧化硫，啊，这吼，这每一个人都要煮，三百水啊，坑个开坑一块了，煮起来都是咬，这么咬都很脆，啊，煮这个就是要有功夫了，这个是无毒金针，我各位看一下哈，这是无毒金针。啊，我们先换下，先不要咬，等我解散完再咬哈。你看这个无毒金针，它就当天采下来之后呢，马上丢下去砍兽，马上就去砍兽啊。啊，砍兽时哈，它就会把这个里面的驱热仙素啊，整个把它杀掉了。
哦，伊盖起来盖起来烧，所以讲啊，这熟的，啊、哦，对，不用煮就可以吃了嘛。啊，这样就可以。为什么是熟的？哦，可以吃。白色的，那蒸啊，蒸。白色的是素的。我这个都，吃看看。来，很甜，吃看看，这个都是熟的。这些呗，这可以吃啊，哎，可以吃，可以了，这边咬哈，把给停在这里咬，等一下再咬哈，等一下再咬哈，所以，哎呀，有毒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所以各位啊，各位啊，各地，所以各位哈、啊。等于买等于哈，那买做凉拌啊，非常好。怎么做？凉拌。我教你。我。那我们去，我们去怎么弄？我跟你讲，恁等于哦，因为这是熟的米啊，所以讲你要做凉拌啊，做凉拌呢，就是摕一个碗公，啊，这干面一面落。哦啊，开水，滚的开水，甲倒一个落，它第一泡哈、哦，那个水把它倒掉，搅两下把它倒掉。第二泡，该刚刚伫盘下遐，啊，过滚水过倒落，打四分钟，你啊吼，你甲裹起来，啊，边仔另外一个盘啊，放豆油，豆油过嘛好，啊，香菜嘛好，你爱食啥物啊，啊，掺迄个蚝油哈，甲放一挂落。哦，棒，非常好啊！那个汤还可以喝，治尿酸，治痛风。啊，滚五分钟就好啊。啊，五分钟哈，五分钟你都要当加凉拌，只要五分钟。所以说这个哈可以当凉拌，还可以做金针汤。啊，金针汤让它走呢。我们如果有香菇，我们这边有椴木香菇，那边有也可以椴木香菇，椴木香菇，一包叫350块，我给各位看一下。啊，椴木香菇啊，一包350块，啊，这白贝黑木啊，哈，可以治疗那个啥心血管疾病。我这边的。
压一半手腕这条，啊，归到这无归起来。去再去古尔时阵。无，我你改去去这。啊，我。我改去这，你再去古尔，啊，大黄蜂完全拢无看到到呢。哦。我也不是哦。北部小哥正在下游。各位，这台车要多少？964啊，964。啊，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，大概960公尺。直接上去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直接，你看里面的国土，你给他摆起，你讲那边怎么摆？哈哈哈哈哈！讲哦。阿弟，再再给你啊。了解，收到。你要啊，有传输线还是哦，弄到电脑哦，在电脑上才会看。我手机我都才会看。你申请你的读书啊，这不用你要。这不是开始弄吗？收到，请讲。我叫他飞机，这不是个当的嘛飞机。柯董，说到请讲。我们这边有一部修理车辆上游供焊材料，全部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哎，谢谢。按住我电脑。就是在电脑，你先申请对不对？我家没有电脑啊。啊？有啊。对啊。你要去申请个账号啊。有啊，马账号。账会输，可是你账号输，账号嘞。啊，你们在那边哪里？啊，你别是因为那个密码，那么久，他们都没关系。那你告诉我你的脸书的名，那个名字怎么写？你用什么？你回去看的，要你告诉我们把我今天晚上你加入。我今天晚上回去跟他讲。邀请你加入，那你没有今天加入，说肯定回去啊。好啊，这样两个姐，你晚上走路回家。好，晚上走路回家。我应该就可以进去你的脸书了吧？因为我有。看看我有赖给你看。你有赖给我？有。哎，明天就有赖了。我赖一篇文章给你。没有吧？那个可以申请，怎么样？可以讲到没了，可以申请什么？可以，就是你可以下载。啊，我就是要先搜索进去。那也是的，打电话不用钱。赖呢？打电话不用钱，不想打电话不用钱。哎呀，即使简讯也一块钱而已。打电话赖，也用赖赖不用钱。用赖打电话不用钱。对。没有啊，没有你的赖呀。对嘛，就是那个，还有什么？就那个好看，那也是好看。啊，你们给他邀请。邀请。那我们那个，一个静怡，第二赖的。一中之首，怎么样？所以是静怡的接班人，不是接班人，哎呦，你们怎么这样子讲？我现在都不管事了，你知道吗？管事还都说谁在找人？啊，这是也是好朋友叫我找的嘛，你要这样子讲嘛，这做好事也要被人家骂死。那你说，那你们这些人哦，那人家你到这里，你再来我们这里来自己做嘛。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静怡。对，那就算了，以后不要找了。他有事要来、啊。刚那个阿碧也签订好了。阿碧也签订了，对吧？阿姨，他一大多的进来。
你是要做节目你看呢？很多啰嗦，行啦，行啦。